有議員就颱風預警系統成效提出書面質詢。議員吳國昌表示，早前颱風海鷗造成內港一帶嚴重水患，質疑政府喺區內所投資嘅海水導灌設施以及預警系統嘅成效，而內港海濱長廊同雨水泵房拖延至今仍未動工。佢促請政府交代補救措施同治水時間表。澳門電視台記者容麗梅報導。